所以两岸军演是没有关系的，不对等。大陆是对美日印澳的，台湾是演给自己选民看的，这个没什么关系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你刚刚说这个，武统还是合统，这个2020年1月之后再商量吧。现在是我觉得大陆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在给吴敦义拉票，希望吴敦义，希望蔡英文今年九合一失败，希望蔡英文2020年1月连任不了。这就是目前大陆做的事儿。